全体都要听我口令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好，同志们辛苦了，同志们辛苦了，首战用我，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，用我必胜。OK OK， 咱这个练的不难。出发了啊，大部队开拔了，开拔了，出发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乌克兰，战场没有把我击倒，病痛把我击倒了，得了重感冒，嗓子里面全部溃烂了，关节很疼痛，这面没有任何的医疗条件，医生只有最简单的开药和心电图，就说我没有问题，我说我要健康原因退出。我走了将近40分钟的路，下着大雪，才连到了一点信号，给大家发送这个信息。我联系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领保，他说是个人行为不管。我现在请求广大网友，也请求广大的中国朋友们帮助我联系中国外交部。我现在需要解除合同，我要回国休养。我的心脏病很严重，我已经几乎生活不能自理了，这面什么医疗条件都没有，我会死在这里的，很难受。我已经持续一个礼拜这种情况了，请大家所有人帮我艾特联系中国外交部，谢谢大家。我要回中国，我要解除合同，这面没有任何医疗条件，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，我要死在这里了。这面也没有人管，也没有任何的治疗。